的行动已经受到了监视，所以连出门都很困难。这件婚事真的是阿斯的母亲和我父母亲所做的决定，他们是认真的，他们一定会举行婚礼。可是你曾经不是拒绝过这场婚约吗？是啊，可是这次情况真的不同。阿斯的母亲和我们家决定共同投资一项新的石油开采计划，已经到签约的阶段了，可是需要的资金实在是很大，而且他们双方对彼此合作的诚意都还有怀疑，所以他们要我们结婚，这是唯一让他们可以彼此信赖的方法。我懂了，都是一样的。对于小芝的父母和阿斯的母亲来说，集团的利益和扩充是比什么都重要，所以我怎么反抗都没有用啊。就连那张结婚照也是他们用电脑合成的，我跟阿斯根本就没有拍过那种照片，根本都是假的。夫人，阿斯少爷已经没吃没喝几天了，我看他现在情绪相当的不稳定，还在大吵大闹，目前他还有脱水的状况。我不是叫你找家庭医生帮他看看吗？医生已经找来了，本来想帮阿斯少爷打点滴的，但是阿斯少爷根本就不给我们靠近他，后来拉扯之下把点滴瓶也打破了。我想在他意识清醒之下，我们是很难靠近他的。你现在来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你想办法解决啊。是。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我叫你们放开，听到没有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听到没有？哎，你干嘛？哎！你给我记住，放开，放开，走开！你们，现在怎么办？不知道阿斯怎么了，眼泪落不到他，我们总不能一直在这边等吧？我们有没有办法先把道明寺救出来？他救出来之后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唯一想到的就是先把他救出来再说。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。好，先把他救出来，其他我们再说。可是阿斯家不是很多水户吗？而且阿斯一定被关起来。你忘了吗？阿斯家后院的花圃有一个洞，我们小时候常常进去，而且一早放了一串备用钥匙在那个花圃的温室里面，每个房间都有，所以要摸进阿斯家根本不是什么问题，今晚当然也不例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我们去就好了，在这边等。哎，你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搞定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
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哎，小时候那么容易走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困难呢、啊？你现在有180公分，你还是以前那种一样不两样？小声一点呐、啊，是被人家发现怎么办？少爷，你可以出来了吧？玉嫂，您该不会是……告诉你，钥匙啊，早不在原来的地方，笨蛋。哦，那阿四现在怎么样呢？被软禁起来了，夫人说一直要把他关到下个礼拜，直接进礼堂跟小子小姐结婚。阿四一定不会答应的。我知道他不会答应。所以从绑回来之后，他一点东西都不肯吃。哎呀，我都急死了，我真怕少爷的身体罩不住啊。现在啊，夫人怕为了伤害他自己，已经给他用镇静剂了。阿斯一定不会答应的。哎，就是啊，所以他一点东西都不肯吃，我都急死了，我实在很怕少爷的身体挺不住的呀。玉嫂，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们。废话，要不然我干嘛等在这儿？我给你们喜帖，就是要提醒你们跟暗示你们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有所行动。哎，可是三位少爷，你们未免太慢了点吧，害我老人家在这等了好久。玉嫂，我们好像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哼，拿去，给你们准备好的钥匙。还有这里画一张地图，你们照着这个走就没错。虽然你们对道明家熟悉得不得了，可是啊。你们知道吗？一屋子的人看着少爷，现在他门口还有一个人呢。现在少爷是昏睡状态，你们了解吗？那我们走吧。十几年没来走过这里，往哪里走？应该是出去上面，往上面。嗯。先离开一下，等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。好。
候不是说这边会有保镖吗？没有不是更好吗？你们怎么会在这？我听说阿四不舒服，所以所以我们特别来看看他怎么了。你们是想替三菜带走阿四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又是你们几个，怎么老爱开玩笑？这玩笑能开的吗？夫人，他妈我一块玩惯了，没有恶意的。回去，走了，你们走了。玉嫂，看样子他们这几个人的行为，还是经过你众人同意的。夫人，不是你说的这么严重，他们……玉嫂，我尊敬你在我们道明家做了几十年。但是呢，也许是你年纪大了，事情越来越弄不清楚了。我想，是你该正式退休的时候了。夫人，我们道明家的家产事业规模已经跟从前大不相同，家里的安全管理绝对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草率，也绝对不是您老人家能够操得来这份心的。如果我再让你管事的话，我也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我想呢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清福吧，别再过问家里的事了。夫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那里有一份全家的各屋各户的钥匙，现在就请你交出来。玉嫂，钥匙呢？西门少爷，钥匙还给他们。叫你们的人上来帮我送客人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们谁都带不走。怎么说你们三个人，他不是安人呢？我们失败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你吓到了。第一次看到你们三个人这么没有默契。他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被关在房间里，被打了镇定剂，连我们去过他都不知道。三菜，我问你，如果阿四真的跟小智结婚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怎么办？西门，你先问三爷这个干嘛？你要他怎么回答？我只是想要他有个心理准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惊动太后了，而且现在也没有意识啊，如果再要进去的话，会更难。以前不是有个好琥珀大姐吗？她算了，太棒了。干什么？我发布的儿子，你这次脑袋还蛮灵光的。我说什么吗？你说什么？马上拿，马上拿！你想到一件很棒的事情。我们怎么都没想到？我刚刚讲什么？
少爷，你还不吃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说少爷，你就别玩了好不好？再换个法子整理自己，哎，你给我吃东西吧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我是不会吃东西的。你，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老太婆这个拐杖打人很疼的，你要再不起来吃东西，我可要打得你叫救命了。我不需要救命，你去告诉我妈，如果她以为生下我这个儿子就有资格为我做任何的决定的话，我宁愿不要这条命。少爷，你说的是什么傻话呀？她是你妈，她不会逼你走绝路的。你就快点起来吃东西，吃了东西你才有力气啊，有了力气才能继续跟你妈斗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少爷听话呀，少爷。不需要。你不要再逞强了好不好？少爷，再这样拖下去你身体会被拖垮的。哎，我以前觉得你是脑袋瓜白痴，至少你还四肢发达吧，你现在你，哎呀，少爷，你要怎么样才肯吃东西嘛？哈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这些食物。玉嫂，你这样放了我好不好？少爷，现在这整个家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呀，如果有人听我的话，我要能放你，我拼了这条老命也放你。可是少爷，我做不到啊。我小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吗？我把他们甩掉了，我想要来找杉菜。嗯，小芝来了。杉菜，怎么了？杉菜，我知道你一定不肯原谅我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我很无耻，可是我求你，我求你放弃阿斯好吗？小芝，阿斯他快要不行了，这场婚礼势在必行了。从他知道跟我结婚开始，他就开始绝食，他一点东西都不肯吃。我知道他身体越来越弱了，每个人劝他都不肯听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劝他好不好？他妈妈不会让我见他的，只要你说你肯放弃，他妈会让你见他的。小芝，你这样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？我去。珊珊，你去干什么？那能解决问题吗？美洲说的没错，你去了又能怎么样？每一次都是道明寺他主动来找我，这一次应该轮到我去找他了，因为我想见他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。小资，如果这一切都会变成真的，道明寺他也能欣然的接受，你会不会比较快乐？因为我很爱你们。我才多久没有回来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
了。是夫人的安排，叫我们监视少爷的行动。监视？把阿四当人犯人？走开！阿四。本来想像上次一样，一进来先给你两拳的。怎么会啊？你看你现在这个病恹恹的糗样子，可是我真的很高兴。我现在看你像个成熟的男人，你很带种，没有让姐失望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小子，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你到我家里来做客，我非常的欢迎。但是以后你要记住，一些不体面的人，你最好少跟他们来往，免得影响你的气质，懂吗？我绝对不会输给那双冰冷的眼睛。我是来找道明寺的，他在哪里？请你让我见他。伯母，是我把山爱找来劝阿四的。不需要，伯母，请你不要再拒绝了，好不好？如果现在可以把阿四劝醒，让他进食的话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况且现在谁出面都没有用了。如果阿四愿意听山菜的话，或许是我们最好的办法啊。让他们见一面吧。我不能再让他影响我的儿子。不会的，山菜不会的，他已经答应我放弃阿四的。让他们见一面吧，求求你。我不会让他们见面的。好，不见面，那隔着门说话可以吧？伯母，我下个星期就要跟阿四结婚了。如果不能够确定知道山菜跟阿四是否已经了断的话，我又怎么能够安心的进礼堂呢？拜托你让我跟道明寺说几句话，说完我一定走。你们看着他，让他在阿四门口跟他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让他走。只能这样子说话，这是我跟你见面的条件。你还好吧？再好不过了。西门跟美作还有泪，他们有来找过你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要来救你出去的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没有关系啊，这么多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你肚子都不会饿啊？还好。说好一个时间，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放弃，
然后你就接受家里的安排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放弃？如果可以放弃的话，在我们第一次分手的时候，我早就放弃了。我现在根本不想去想。我们也会在一起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。我好想你。陈菜，怎么样？阿斯拉肯吃东西了吗？小子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帮上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你劝他都不肯听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山菜，庄姐，你回来了。你见到阿四了吗？我见到了。很抱歉，我没能阻止他，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也许你们都不懂，但是我能，所以我会陪着他。他绝食，我也不吃东西，他不出来，我就等着他。山菜，你不会也这么傻吧？庄姐，你放心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清楚过自己要做什么。我一定会等到他出来的。说的太多了。
今天的晚餐，您看可以吗？不用送了，阿四不会吃的。送去。是你夫人。可以了吗？你还要逼他们到什么地步？那跟核试器合资的开发案，真的比你唯一的儿子还要重要吗？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？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妈，你可不可以人性化一点？不要永远的这么高高在上。你是我跟阿四的母亲，你不是我们的神哎。你可不可以跟别的母亲一样，可以跟我们好好的沟通，了解我们的想法呢？我做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做母亲应该做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对我儿子是好的，什么事情是会阻碍阿四的前途，一目了然。我觉得没有沟通的必要。这就是阿四人生最好的安排，也只有一流企业的千金小姐，才配得上我们道明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而且。就算那个开发案做不成，我也不允许那样的女人跟阿四在一起。那样的女人，山寨是什么样的女人？我告诉你，她是我见过最棒的女人。你曾经想要用钱打发，可是却买通不了她，对不对？你打击她的朋友，让她为了保护她的朋友只好痛苦的离开，是不是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你对她所做出的那些伤害，只是表现你的残酷，却更加凸显出山菜的善良跟优点。我告诉你，山菜他懂得什么是真的感情，他懂得牺牲，他总是坚强地面对他的挫折，这些你都看到了吗？这种廉价的感情观对道明家的接班人是完全不需要的。你为什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呢？躺在里面那个是你儿子耶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的人生还有无数的可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为他下决定呢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他浪费时间去经历错误。如果阿四跟我当年一样接受你的安排，更是他最大的错误。你，妈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总是忍不住责备自己，因为我当年没有为我自己的感情做出努力，而任由你安排我的人生，把我嫁给旅馆业大亨。来成就你自己的事业，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面对的遗憾。我真的不希望阿四跟我一样。数的可能。
小姐，大小姐，什么事啦？一大早大呼小叫。夫人，夫人回纽约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夫人回纽约去了，而且家里的随扈也全都撤走了，还有阿斯少爷的婚事也取消了。进屋去吧，对，快进屋去吧，站不起来。回来了，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你干嘛捏我啊？那边人很多嘛。每次动作都这么慢，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？一定要那么凶？拿去。不想吃了。你不吃了？刚才是你自己说要吃的，这么啰嗦。就突然不想吃了吗？不多吃一点怎么会有体力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告诉你哦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可以再做那些伤害自己的事，知道吗？说真的，在我绝食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快死掉了。如果我死掉的话，一定觉得很遗憾。为什么？你是猪啊！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喜欢我啊。那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没有被人家认真的喜欢过的话，他会甘心吗？你看，你又来了。每次想到这个问题，都用逃避的态度来面对我。我都说过我喜欢你，说一下你喜欢我会怎么样？我喜欢你。你刚讲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已经说了，是你自己没有听到。哪有那么随便就讲出来的？我刚刚真的没有听到嘛？你再讲一次会怎么样？你那么小气干嘛？不要啦！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是你自己没有听到，我不说了啦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听到，你再讲一下嘛。不要啦，山菜。
我喜欢你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在这样的夜里，还好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虽然闯进来的是放肆之后的孤单，但是和平常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。怕我没什么。我跟我男朋友都觉得你唱歌好。对不起，我只会唱这一首，这首歌我常常唱，比较熟一点。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情非得已。真的很好听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那你慢慢唱哦。是我慢慢唱。什么原因？当然好啊，晚上见。不是晚上不出去了吗？